陈坤、吴奇隆等男星。陈坤倒是不用赶工拍戏，眼下他正在忙的是张罗搬家、搞装修。我差不多25、26号我们要搬新的公司，搬到新的办公地点，那就装点办公室。接下来陈坤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过完年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将会上映。有一部电影是叫刘韵文导演的，一位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，是我跟刘嘉玲小姐一起合作的，叫过界男女，2月14号可以上映。如果大家不吝啬你们的笔墨的话，也帮我推荐推荐。